为大家介绍一些，刚才前面有一些比较，譬如说高贵的啦，比较就是很漂亮的，你可能平常比较没有机会，比较不适合海军哦。不是不是，比较少有机会穿的。接下来我可能会介绍一些你平常比较会有机会穿的鞋子，比如说你看像这双，好可爱哦。我刚看了他好久，哇，跟你衣服好搭，好可爱哦。其实像是这样子的鞋子的高度，然后它穿起来，你可以搭配洋装、短裤，看起来都会很可爱，或者是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自己季一直要流行的球鞋，但是它把球鞋，而且是尖头的球鞋，做成了鞋口的小酒杯跟，该很可爱。这个高度其实很舒服，这高度很舒服，是不是？现在开始要流行尖的球鞋了，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喜欢穿宽裤子，对，宽的裤子看不到鞋子，对，你看不到鞋子的时候，那个比例就不好看，对，所以尖头的球鞋也好，或鞋子也好，其实你在穿宽裤子的时候还会露出一点鞋头，明白，比例会比较漂亮，这是就是一般人也可以驾驭的，或者是你看像他们家这颜色好美哦，很漂亮的，真的漂亮颜色。然后你看它的鞋底的部分，跟一般我们用牛皮的那种鞋底的方式不太一样，它结合了有一定有点像球鞋的胶底，所以比较它不会滑，对，所以它不会滑，而且就是把优雅的高跟鞋，然后配上这种运动风的胶底，就会让你的高跟鞋看起来不会那么的珍贵。或者是你看到底哪一双要给我给他穿的，我只是你看这个也很可爱，还是说小好动哎，这个来来来，高这个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个哇铆钉好大哦，对，他们家就是做这个大铆钉，大气可爱哦，他们家大铆钉，他们包手包上面就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大铆钉，对啦，大铆钉也比较不痛啦，哦，它不会耶，因为你摸摸看，因为细的就那个小小的那比较小小那个比较尖，它这个不会那么尖，那至于要让他试穿的，有，服务员，哎，你来了，终于，终于哈，这是您挑选，吓我一跳，小姐，今天第一次挑选的鞋子，吓我了。现在就有懂你的感觉，这很害羞，是不是？而且一次两个，对啊，你看多漂亮！你看，刷卡还是付现？有女王的，打卡一下，现实。跟你说明一下我们这边的消费的方式，我一直刷卡，一直付现，可以吗？哎，你不要讲，因为他们两个讲这各一句台词，他们想两天了，然后一直等到两个小时后，他们才对。所以我说就是一直刷卡，一直付现。对，两边都有照顾的。其实就是Dior 他们家的 Dior 的系列非常经典，把这个代表 Dior 的这个蝴蝶结，然后呢还有代表 Dior 的幸运星星，这两个很重要的元素放在这双鞋上面，就是如果你在考虑就是经典的高跟鞋的时候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考虑入手这双，穿起来很优雅，然后又拿走，再来优雅。再来是这个系列，哇哇，这也很经典呐，超美超美。可是这个跟好难走的感觉哦。哎，你们哎两位班长，你们有帮女生穿过鞋吗？第一次，第一次，哎，真的是第一次，第一次，真的。嗯，那我待会包红包给你。真的耶，要包红包，哇，好贴心哦，哇，好漂亮，好看呢。那他的鞋跟就是他们家的 logo， 对，他而且他这个鞋跟是完整个是钢。然后跟鞋底这个部分，你看，跟这个部分是一体成型的，所以它很稳。你看它穿起来其实很有个性，有漂亮，很帅，对，很帅，帅，很有个性。穿裙子、窄裙、牛仔裤都很好搭。你觉得稳吗？我觉得其实还蛮稳的，有会没有想象中的，因为它不是很细，它的这个是接地的点是宽的，对，还有它的那个符合人体工学啦，就是那个足弓的地方都很，因为它的高度不到非常的需要你的脚整个颠起来，然后呢，或者是看，对呀，多可爱呀，太可爱了，多好玩啊，这双，我刚以为放在那边，我以为是除尘纸，你看，真的是高跟鞋，哇，好可爱，这个品牌就是讲怪美，对对，他把这个室内拖鞋，然后配上了高跟，它这跟还蛮高的，它还蛮高的，然后透过胶，我以为它哦哇，高，透过胶，这双尺寸应该蛮大，有个两寸，有没有？你要不要试穿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可以试穿，我可以穿，这尺寸应该蛮大，小心小心，还好还好，还可爱耶，
穿，不然变大哥就拿去穿。对，我看他太大了吧？其实还好哎，不会不会。老师，你不觉得他整个脚包覆在里面是好？老师，他本来就是要穿后跟穿这么出来这样哦。没有没有，他其实大了大了，太大了啦，快两个尺寸。这是变性华的 size 啦，有点。但是呢，它是有重量，它是有重量的。那你吃啊，你吃啊。是不是？哇，刚刚好哎，刚刚好，可以，很好，合理耶，真的想你底层买的，很酷哎，哎，这个真的很酷，黑色宽裤，其实蛮酷的，因为酷的哎，其实两位都有那种，他们两位卞庆华也好，那个朱雨萌也好，都有独特的那种娘味，有没有？娘们儿的那种，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太干净，真的吗？一种时尚感啦，时尚，对对对，现代花美男，对花美男，花美男，对啦，对对对，花美男是是是，好，那买买买。除了这之外呢，像来来来，朱雨萌的鞋来喽。他们家，哇哦，哇，这是千层哦。你看他们家这一系列，你有他的那个平底的，对编织的平底，然后呢，他的这个鞋型跟的鞋子。然后还有你看，做的像芭蕾舞鞋，这好酷哦！像芭蕾舞鞋，可是是运动鞋的胶底，它的上方看起来像芭蕾舞鞋，所以还是可以享受，就是女生女孩，然后跟运动，你看这是上面有芭蕾舞鞋的这个袋子的效果，或者是云朵包他们家呢出了一双云朵鞋。那鞋跟好，我的鞋跟好酷。然后你看他的鞋跟，对，哇，里面是金箔，真的哇，是金箔，金箔，真的。但这个不是金箔啦，不是那个金箔，不是大神婆啦，不是神婆。那也有一点那种，你是想出来的不行。阿拉丁神灯的感觉，是是是是，对，有一点。所以这些鞋子都很有趣，但我还是建议大家，就是你试穿鞋子的时候，还是。就是要用心去感受鞋子，很多女生在试穿鞋子的时候只看到鞋子，对，但没有去感受穿鞋子的要站起来，对，站起来走一走，然后去感受你的脚跟那个鞋子的